说，你下一部剧男主是谁？死到临头了还嘴硬。我真不知道是谁。如果不是刘浩全，你们都得死。我江十七是被威胁就听话的人吗？是，我就是。我的新剧男主就是刘德华。不熟恋人，9月23日6点开播，不来 AK47见。